程序。拖出一个空的光电，并绑定准备好的程序，复位并运行。运行成功，得到箱子的数据。在日志输出箱子数据，保存后成功打印数据。利用文本控件直接显示箱子数据绑定复结点，并显示其属性，显示复结点属性。运行成功。